你要趁着这把刀赶快，快点哦！喂，狗狗，你派啥物事来过？也辛苦，全全比是应该全全传走，你带我去全全好不好？我要去救伊。过偌久，这王阿芳就要出庭了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，你就是爱想办法，好个头壳，你无清楚你好。但是若是我先了，你放心，应该好你，我绝对袂少。 全全，你紧精神，要那无你就别后悔烧掉啊！你紧精神啊，全全。啊，妈妈。什么？我梦内底妈妈的声，就是那迄天伫钢琴教室拄着迄个保姆的声。全全，你巧诶，那是有一天伊后继会是安怎？你来创啥？小姐，救我！你救我！那边两个。你确定是我查某囝，甲金秀英救走？ 那是拄好，竟然拄到塔克查某囝，应该是雅婷的囡仔。小姐，你红叶车那无去啊？弟弟，弟弟啊！雅婷，弟弟在家，你紧来。你趁你到后面讲话的时阵，想要甲弟弟带走，做唔对代志，搁一款态度哈？请问，这是一家团圆营业店吗？你是要卖营业呀？我妈妈是朝凤，请问你敢有熟识伊？ 你的后生，就趁着这把刀赶快，快点哦！喂，狗狗，你派啥物事来过？伊的身躯有全全味，是伊家全全带走，你带我去全全好不好？我要去救伊。过偌久，这王阿芳就要出庭了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，你就是爱想办法，好个头壳，你无清楚你好。但是若是我先了，你放心，应该好你，我绝对袂少。